这个音乐响起，有没有把你拉进回忆？哎，有的话恭喜你，你已经接近不惑了。但再不惑呢，也不能阻挡我重获当年的快乐啊！所以他来了，若克三维弹球，经典复刻，把留在记忆里面的虚拟体验带进现实，连玩法几乎都跟当年你摸鱼时打开的那个 Windows 程序一模一样啊！启动拉杆，发射弹球，精准操控左右击球臂的时机和力度，控制弹球准确击打各种目标，在三角电磁对撞区来回碰撞。随着每一次音乐的响起呢，你将得到10分、20分、30分，瞄准每一条轨道出击，又为自己赢得了100分。清脆的铜铃声就是为你吹起的胜利号角啊！当然还有他，鳄鱼爬升通道，看好了，这次就是他了。落球之后再得50分，于是总分就来到了1000分，问鼎苍穹，轻轻松松啊！这是在做梦吧？大多数的时候你的操作应该都是这个样子。若克的这款弹球台，光是拼装过程就已经很过瘾了。我的总结是：复杂，但是并不困难。的确是需要花上挺多的时间和挺多的功夫的，但是当你亲手将它组装完成、测试成功，让它成为 party 上当之无愧的王者时，那种满足感，怎么说呢？哎，仿佛重温了一把青春。